关雅迪，国内资深电影制片人、娱乐节目制作人。过去四年中，他在全世界完成了30多场世界顶级超马赛事。为什么跑步要背包？这也许是很多人看到越野跑者时最直接的疑问。包里都装了什么？首先是衣服，因为在野外天气变化莫测，所以要带防风防水的超轻冲锋衣、超轻冲锋裤，还有用来保暖的衣服、裤子和袜子。其次是食物，可以说除了身体，越野跑者所有的倚仗都装在了这个小小的背包里。雅迪跑世界第二季，关雅迪用跑者的眼光带您发现不一样的世界，敬请期待。